Good morning, Jesus！耶稣教堂兄弟姊妹，大家晚上好。一早起来，咱再来看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第一章十一节。对着安尼，阮经常为着恁祈祷，愿阮的上帝看恁配得所过所蒙的调，搁用着大能成就恁一切所羡慕的良善，甲一切因为信心所做的功夫。看是只着用上帝的观点来看，毋是用人的观点。掠家己最标准来看，这也是指着咱蒙受上帝的呼召了后的生活，也是活命的状况。咱必须甲咱所蒙受的恩惠，咱的身份使命爱受伤，若无咱就无法度站立上帝的面前。即做一个基督徒有当时宏讲的，就是咱的身份甲咱所行的出来行为是无受伤的。真侪时阵，互批评到讲，咱敢若会当讲，无法度做。行事为人，甲基督的福音，若无相像，若安尼兄弟姊妹，这是一个软弱的人。但是毋通忘记，伫即个所在，甲咱讲，有基督会伫咱内面的带领，伊要用着带领伫咱的心中，来互咱会当做一切所呼召咱爱做的善工。如果咱若是一个好善的人，那安尼咱真紧就袂去接，啥物人对咱无客气。如果咱若是一个喜乐的人，那安尼咱的内心的中间，若是环境内面有一寡，互咱感觉非常心痛的时阵，那安尼真紧咱就会将伊袂去接。如果咱若是一个凡事拢尽咱上大努力去做的人，那安尼咱就袂去批评遐无尽力的人。如果咱若是一个问心无愧的人的时阵，那安尼咱就无迄个时间去批评遐做毋到代志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求上帝能帮助着你，帮助着我知影，咱的活命伫人的面前，为着的就是要互因伫咱的心中会当看见着上帝的应允。所以恳求主帮助咱。只要咱感觉这是上帝呼召咱所爱做，并且是为着主咧做的时阵。毋通丢毒，坚持着内心中间的意念，并且照着你伫上帝面前所领受的感动，好好认真去做吧。上帝是无亏待人的，因为伊用伊的疼，全人全心疼你，你有领受着无？咱来祈祷，特别来到你家己的面前，感谢你，也帮助着阮清楚明白你呼召阮所要完成的使命是啥物。阮不但知影阮对倒落来。今仔日，阮也知影，为着啥物人哩活，将来阮的归宿伫倒落。恳求你继续引导阮新的一日，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上帝赐福你，甲你的一家。